咸宁位居中国中部崛起战略支点湖北省的南大门，长江经济带中段，武汉、长沙、南昌三个省会城市的三角中心，全市国土面积9861平方公里，总人口300万，辖一市一区四县和一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。咸宁城在山中，水绕城转，花丛锦簇，绿树成荫，丹桂满城，香飘十里，一城十二泉各具特色，中国著名的香城泉都。两条国道，七条铁路，十条高速公路纵横交织，武咸城际铁路、武咸快速通道、京广深高铁让咸宁与武汉同城，融入鄂湘粤三小时经济圈，两座在建长江大桥，八大5000吨级长江深水码头，共享千万标箱一吨大港武汉新港。武汉天河机场和毗邻咸宁规划建设的武汉二机场，让咸宁水陆空运输线样样齐全，通达全国，走向世界。160万亩南竹远近闻名，竹产业园建设为更多企业入驻创造了条件。桂花质优量大，可为食品饮料及化妆品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料。中俄茶马古道源头之一的赵李桥砖茶驰名中外，22万亩茶园为咸宁吸引知名企业、创造知名品牌奠定了基础。咸宁还是全国三大苎麻产区之一和中部重要的棉花产地，棉麻纺织服装是湖北省重点发展的产业。丰富的农副产品、水产品、畜禽产品和林特产品，让咸宁成为食品加工、饮品生产的理想之地。咸宁以查明储量的矿产资源44种，大理石、硅石、高岭土、矾、锰、金等矿产开采加工，已形成规模。以华润赤壁电厂、南波太阳能光伏发电、湖北能源九宫山风电、凯迪咸宁生物质电厂为代表的电力能源产业，24小时为咸宁输送源源不断的电力。天化麻业、银泉维新棉纺成就了咸宁麻、棉及混纺业的基础。大生印染、杰利亚家纺、盛宇家纺、金华纺织、原田制衣，拓展了咸宁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空间。42万公顷森林为湖北现代林业、咸安增工科技产业园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。丰富的矿产资源引来武钢、南波、葛洲坝、华新等知名建材企业布点扩张。机械制造产业不断壮大，已初步具备了汽车、矿山机械、工程机械和电动机械的生产能力和部件配套能力。泰国红牛、台湾统一、金麦郎、
黄鹤楼酒业、金谷鸭等知名食品饮料产业企业纷纷落户咸宁，发展饮用水、茶饮料、奶制品、竹叶黄酮饮料和果蔬食品生产及水产品，畜禽养殖加工原料丰富。福人中美厚福、稳健、联合、惠生、荣恩堂等一批知名医药品牌企业的入驻，壮大了咸宁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。高科技 IT 电子产业快速发展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蓬勃兴起，商贸物流现代服务业配套共融，高新技术科技成果转化初显成效，以温泉养生为特征的文化旅游开发如火如荼，向阳湖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华滨金桂湖低碳示范区建设拉开序幕，通用汽车落户武汉江夏，为咸宁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园融入实验，武汉、咸宁、长沙汽车长廊创造了机遇。全省率先建成运行的咸宁政务服务中心，为投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。电视问政是我市开展智用问责活动，坚持不懈的电视问政和政风行风评议，真正让投资者省心放心。连续多年的 A 级信用式，众多银行金融公司的引入，丰富多彩的银企对接，为企业注入持续的发展动能。武汉新港咸宁港区建设，武汉海关商检咸宁办事处的设立，让咸宁企业产品出口享受与武汉同等的便利。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浓厚的商业服务氛围，完备的休闲娱乐设施，独特的餐饮文化，打造了咸宁日新月异的发展环境。咸宁土地、水、电、燃气价格较低，充分满足企业需要，从不拉闸限电。湘鄂赣三省交界近百万富余劳动力和产业工人，为咸宁企业提供充足的用工保障。政府协调、部门联动、市场化运作的招工培训体系，园区蓝领新村、廉租房的配套建设，为企业留住员工给予了有力支持。湖北科技学院、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及省部合作、省政府大力支持的咸宁万亩中部职教城，将容纳学生10万人，就近为企业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。全市4个省级开发区、10个工业园区和1个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，基础设施完备，服务周全，管理规范，已发展为咸宁承接产业转移的坚实载体。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和高新区咸宁经济技术开发区，产业园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，1、2期23平方公里已实现满园，3期建设全面铺开。显著的区位交通和投资成本比较优势，台商工业园、广东工业园、武汉员外园、小榄工业园、苏州工业园、光电产业园、物流产业园、中央商务区等特色园区和湖北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的建设，已使开发区成为一座对接大武汉、连接中三角、辐射全国的现代生态工业新城。如今的咸宁，国家促进中部崛起，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，湖北实施两圈一带战略等机遇叠加，激发了咸宁蓬勃崛起的无限活力。咸宁正按照东进西拓、南接北靠的思路，
以六城三区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建设，蕴藏着投资发展文化旅游开发、城乡统筹建设、临江经济、总部经济、低碳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巨大商机，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大潮中彰显独特的魅力。开拓进取的咸宁人，在实现绿色崛起、建设鄂南强市、打造乡城全都、构建中三角重要枢纽城市、省级咸宁战略的引领下，朝着区域性中心城市、武汉城市圈生态宜居城市、湘鄂赣商贸物流中心、中国温泉旅游名城的发展道路奋勇前行。咸宁立中三角战略中心之地，借武汉城市圈迅猛发展之势，以海纳百川的胸怀，诚邀您共谋合作，共创未来。